尊敬的领导，敬爱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2018级戏剧影视表演本科班的易烊千玺，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代表在座这么多位优秀的新同学站在这里发言。此刻脚踏在中戏的土地上，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和我有着共同的感受。我们从天南海北聚集到这里，是幸运也是命运。所谓命运，是在某一时刻你明知道自己有千万种选择，却永远只会选择那一条路。我很感激在还没进入中戏之前，我就已经在很多文艺界前辈身上感受到了中戏的平凡和伟大。中戏是摇篮，它是孕育成长的襁褓；中戏也是徽章，它是镌刻灵魂的烙印；中戏更是信仰，它是引导我们走进艺术的神圣殿堂，是中戏在朴素的坚守中成就了前辈们，前辈们也在坚守的初心中成就了中戏。曾经前辈们来自中戏，而今天我们也走进了中戏。作为千禧一代，我们肩负着成为国家发展年轻力量的重要担当。这个时代呼唤更多沉淀自我且心休息的艺术工作者。作为未来的艺术工作者，我们的眼睛里除了平视或仰视，更应该经常俯视，俯视疾苦和病痛，俯视角落和夹缝。我们眼中看到的除了繁花盛景，还应该有世间冷暖。我们应该拥有的除了海纳百川的眼界胸怀，还有悲天悯人的创作灵魂。这是作为中戏人的天职，更是作为艺术者的良知。电影《本杰明·巴顿骑士》中曾有一段话让我感触颇深，我希望你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，我希望你能见识到令你惊奇的事物，我希望你能体验从未有过的情感，我希望你能遇见一些想法不同的人，我希望你能为你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到，我希望你有勇气从头再来。求真、创造、至美，这个从今以后将被我们当作一辈子有效的地方告诉我们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哪怕前路偶有顽石，哪怕前途偶有荆棘，在即将开始的中戏生涯中，也要凭着一腔热血和担当勇往无前。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在回望求学的脚印中找到自己的方向。2018级的新同学们，让我们和身边的中戏人一起出发吧，谢谢大家。下面请教师代表